上的下面。我觉得我演的最好哎，真的。对，我刚刚那个这样子要走的时候，还有点那种依依不舍，舍不得。这样，我妈只要知道我什么事情，你现在放眼望去的每一个家，她都会知道。你看，又把人拦下。欢迎收看《综艺万大之王喜康秋王》MV 之幕后花絮之王红生念法，为什么要我来帮你拍 MV？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今天播出的时间是她的生日，那就在这边祝我的生日快乐。我长大的梦想当然就是要在花莲买一个房子给我爸妈。那你们就会想说啊，为什么你不买呢？因为我爸妈很不猫，他们就偏偏要住在原地方，然后他们离不开那个地方。那我自己个人就觉得说，既然老人家觉得开心，你家搬走他不开心，那买那个房子就没意义了。所以我们就是一直住在那边。妈妈，你有很紧张吗？对，我很紧张。很紧张哦。我妈唯一最厉害就是哭。等一下如果什么哭戏交给我妈，我妈超厉害。她讲两句就哭了。我真的。我是很高兴的哭了。又哭了，她哭了。她哭了。我真的，我妈哭了。我妈真的哭了。你妈是流血。妈，你干嘛？你为什么要哭？你跟大家解释一下。高兴啊！你高兴说儿子。有点成就。我妈很可爱啊，我妈只要知道我什么事情，你现在放眼望去的每一个家，她都会知道。你有吗？你有吗？她还讲，她解释很久哦，因为她是从我今天一点的行程到现在一起跟她讲。然后她说这边拍完了，她说哎，你要不要看一下这边不错，我儿子哎跟吴宗宪主持的那个哎，哎你先不要走了，我再跟你讲啦。你看。你看，又把人拦下，我靠！他在解释，大家解释，人家都骑过了，然后就把人拦下。好，准备。等一下。好，抱一下来。好了，抱一下。抱抱。好了，好。好了。好了。小黑，你坐在我后面。妈也叫你小黑，小黑，你叫他儿子吗？很逗趣。妈知道你叫小黑吗？他知道。小黑尾巴往下垂了，踩到狗。太扯了吧？他踩到他，没有很用力啊，没有。记得说我会有几个镜头。我几点然后来到花莲？有没有吃香肠嘛？有没有吃香肠？有了嘛 ？OK 啦，满足啦。我觉得你要有角色是你没有那么帅，不会有这种状态。好，注意一下第二句什么？然后你点他的时候是头往右。对。注意一下自己的眼神。我觉得他那个没有戏，那个没有戏。你现在太帅了，现在不是拍偶像剧，你掉下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好，回身。好 ，CP 哦。帽子。不是这里，好，打歌。好，再看一次，再看一眼他。偶像的笑，你可以不要偶像的笑，你可以不要偶像的笑。我觉得刚刚比较有问题的是，就是拿早餐走的那一部分。哎。我那边觉得我演的最好哎，真的。对，我刚刚那个这样子要走的时候，还有点那种依依不舍，舍不得，还这样，还这样，还这种慢动作是这样子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这卡在后勤站，然后。哇，肩膀踢是不是？要借鉴啊。对，刚才说我们那可能要再踢一下打。